爹，您真没事儿？玉刚，开山见血，不吉利啊，会有血光之灾的。<笑>你懂什么血光之灾？这叫开门见红。哼<笑>，他们老怪动手了，咱们也该有点表示了吧？看我的！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，哎呀，伯父，你用的劲儿太大了，我没用力啊！血光，又断竹棒。玉光，你出师不利呀！你说什么呢你？嘴里积点德好不好？哎，这不明摆的事吗？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快下来吧。好，孩子们，吃饭吧。啊，走走走，快下来。吃饭了啊，走了。快下来。吃饭了，来，大家吃饭了。哦，吃饭喽。走，我走饿了。啊，给你，给你，来，豆豆。哎，好。 来，给你吃一口啊！谢谢。好不好吃？亲家，怎么没有我的？不够意思。啊，马夫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今天来，没准备你的饭。马夫，你不劳动，你吃什么饭啊？你看你说的，这我不为这顿午饭，我杵在这干什么呀？这一上午，我站脚助威的，我没少卖力。哎，对吧，余光？嗯。 二弟，谢谢余光，来，来吃一口。我让你们吃点好的，嗨！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啊？ 这怎么了？这石头了。哎呀！哎。
三王子驾临，有失远迎，是敬是敬。哦，智大夫、智夫人，今日少使南来是特来登门道歉的。登门道歉？三王子，此话从何说起啊？是这样的，前两天我的轿子和你家百合小姐的轿子在一条小巷里相遇，相互挡住了去路，因不知是你家小姐，所以生了点误会，今日特来登门道歉。哦，对了，这些礼物是给百合小姐消消气的。这孩子回来怎么没说这事儿啊？百合小姐还打了我家老爷一耳光呢，我家老爷连大王也舍不得打呀。住嘴。哦，三王子，小女任性刁蛮，冲撞了三王子，冒犯了您，本应该是我带小女亲自去府上登门谢罪啊，哪能叫三王子亲自来我府上？罪过罪过。不都是误会吗？再说小姐也不认识我呀。哎，智大夫，我来过你府上很多次了，怎么从来没见过百合小姐呢？啊，小女从小娇生惯养，不知礼数，所以不便让她出来见客。哦，百合小姐没许配人家吧？啊，她像个假小子似的，又不像个闺女，谁能要的呀？啊，小女自己倒是定了一门亲事，男方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公子，叫金耳童。自古以来，婚姻大事都是父母之命，怎么能自己说了算呢？哦，对了，智大夫，能否叫小姐出来，我当面跟她致歉呢？三王子啊，真是不巧啊，小女早上刚刚到几毒庙上香去了。哦，那好吧，那我下次再来登门道歉。随时欢迎百合小姐来我府上做客。啊，我岂敢让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到府上打扰三王子啊。哎，智大夫，你不是见外了吗？啊，那先行告辞了。三王子慢走。三王子走好。咱们家百合闯祸了。三王子不是不追究了吗？闯啥祸了？哎呀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邵世南他是王子，他挨了咱们家百合的打，他没有怪罪，反而抬着厚礼上门道歉，这不是明摆着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吗？邵世南看上咱家百合了。老爷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也觉得他话里话外流露出此意。那不过，如果百合真的能嫁给三王子，这也是百合的造化呀。那问题是，三王子孩子老婆一大堆，想让咱百合给他做小，那不委屈咱女儿了？问题不在这里，我担心的是百合性情刚烈，从来不听别人摆布，如果百合坚决不从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是啊，他自己相中的金耳童，你说要让他们分开，他肯定不同意呀。但愿三王子没这个意思。月娥呀，
子木来了。哎，啊，子木。哎，嫂子，我来给你换一下药。谢谢。啊，嫂子，这些天好些了吗？哎呀，好多了，我这腿呀，都可以活动了。啊，放心吧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能站起来了。真的呀？啊，哎呀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我真恨不得现在就站起来帮你愚公大哥呀做点什么。你放心吧，嫂子，只要我一有点空就帮愚公哥挖山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子木啊。哎，哎呀，我一直在想啊，这火烧毛疯了，你能不能给他治一治啊？哎，他不配合治疗难呐。哎呀，看着他也是怪可怜的。是啊。哎，哦，来，我来帮你拿。哦，嗯，来。我是山神老丈人，山神是我小女婿。我是山神老丈人，山神是我小女婿。我是我山神老丈人。子木来给你治病了。山神是我小女婿。我是山神。好了，别闹了。山神是我小女婿。哎，火烧毛，你不认识我了啊？我是愚公啊。在我离开石凤村的时候，你还是个几岁的娃娃呢。来，这是你女儿苗春带给你的酒，你喝不喝呀？苗春，我喝我喝我喝。再来点啊。好酒。啊，好酒，好酒，好酒！来来来，多喝点，多喝点！哎，好酒，还要。火烧毛啊，只要你每天把这些酒都喝了，你的女儿啊，她会天天来送。我喝，我喝。我女儿给我送酒来了，女儿给我送酒来了。愚公哥，你真有办法。哎，子木啊，照这样下去能给他治好吗？啊，只要他呀能够天天的按时吃药，加上精神上的调理，我想啊应该没有问题。你看，哎，这是怎么了？药效发作了，睡着了。哦，哎。哎，你看这风筝多像我们呢。是啊，希望我们也能像风筝一样自由地飞翔。这可怜的风筝看起来自由自在，但是总有根线牵绊着，限制了自由。是啊。哎，百合。嗯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你的父母其实也是为你好。像我这样功不成名不就的，我确实配不上你。只要两个人情投意合，配不配有什么重要？门不当户不对也没关系啊，你说对吧？难道你不喜欢我？哦，百合，我当然喜欢你了，不过我就怕拖累你。我不怕。老爷夫人，三王子驾到。啊，三王子光临，有失远迎，失敬失敬。这大夫，啊，百合小姐呢？真是不巧，小女出去玩耍了。啊，真不巧啊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娘。你这个野丫头又跑哪儿疯去了？哼，快见过三王子。哦，是你啊，怎么送上门来了？是不是左边没挨够还想挨右边啊？百合，嗯，快见过三王子。哦，我说怎么这么横呢，原来是王子啊。
百合见过三王子。哎呀，早知道你是王子，我应该下手再狠一点。百合，你休得无礼。三王子，我带小女赔罪了，希望三王子海涵呐。还没人敢跟我这样呢。不过他的性格我倒蛮喜欢的。有意思啊，有意思。哎，齐发，你怎么到处乱走啊？怎么不往你爹挖山呢？你管不着。我呀，看你也是闲得慌。要不我领你到镇上去玩？不去。镇上多好玩啊，多热闹啊！特别是醉春楼。哎呦喂，那里的女人呐，一个比一个漂亮。可是我啊没钱进去，只有眼看的份儿。哎呀，真叫人眼馋呐。季发，要不我带你去啊。你呀就管我一顿饭就行。我既不想去也不想请你吃饭。我路熟，我领你去你总得给个领路钱吧。真是。国都你去过没有？国都可比镇上热闹多了，要不你出钱，我带你去国都玩，怎么样？呸！三王子，您这是？前两天是给百合小姐的道歉礼，这次是给百合小姐的聘礼。聘礼？这大福。我家老爷喜欢上了百合小姐，想娶她做小妾。本王子不算高攀吧？三王子言重了。三王子能看上我家小女，那是小女百合的荣耀。不过由于小女从小疏于管教，粗野任性，不懂礼俗，我是怕我家小女配不上您呐。是啊是啊，我家小女怎么能与王子般配呢？是你们不愿意吧？岂敢岂敢！你家千金对我两次不恭不敬的，我不生气。如果你们不答应这门亲事的话，我可真生气了。小女性格倔强，你得容我点时间，慢慢规劝于她。您看，可否？爹娘，你们不用劝导我了。百合姑娘，你答应了？别做白日梦了，把你的聘礼通通给我拿走，本姑娘不愿意。百合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哼！三王子，您可千万别介意呀。这大夫，我送的聘礼不会拿回，说的话也不会收回。我可以等，但不能太久。你们瞧着办吧。走。季风，你要去哪儿？反正不是去挖山。站住！你说你整天东游西逛的，你到底在干什么呀？你想让我干的我干不了，我想干的没有，你说我干嘛？你今天跟我去挖山。哎呀，爹，我看你也别干了。你知道村里人怎么说咱们吗？人说愚公家出了一大群挖山的傻子。爹呀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别让我们当那个傻子了，行吗？混账东西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
你那挖山的事还不是人事呢？你，哎，爹，爹，爹，风，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不成器的东西？谁说不挖山就不成器了？哎，这想气爹是不是？爹说我，你爹谁说你了？爹一直在说我。爹说你怎么了？爹说我。好，我知道，你们都欺负我，都欺负我。这个家我不待了，我走。哎，三弟，三弟，你去哪儿啊？让他走，你给我滚得越远越好。爹，哎，都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呀？哎，你去睡吧，我再等等季风。都这么晚了，他肯定不回来了。你说他不回来能去哪儿呢？真把我急死了。老爷，别着急，他都那么大的人了，不用担心啊。我能不担心吗？这孩子脾气那么倔，他要是真不回来该怎么办呢？你们俩呀，你们父子俩是一个德行，认死理儿，一根筋，不服输，对吧？哎，我想啊，明天让伯父钟汉把他找回来。上哪儿找去啊？我看没什么关系，他身上没钱，熬不了两天呀，他自然就会回来的。回去睡吧，来。百合呀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一个国家能有几个王子，那是凤毛麟角、屈指可数的。三王子能看上你，那也是你自身的造化。你知道有多少大户人家、达官贵人的小姐想攀都攀不上啊？我凭什么给他做小啊？王子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才不稀罕呢！百合，你别太任性了。女人这一辈子图个啥？不就图嫁个好人家吗？你和王子成了亲，做了人上人，终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，你的脑子怎么不开窍呢？你，娘，你是知道的，女儿心里已经有人了。你心里那个人能和三王子相提并论吗？三王子把聘礼都送来了，如果你不答应，你让我如何收场啊？可是除了金耳童，我谁都不嫁。那个金耳童有什么好啊？这俗话说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。可是女儿喜欢的是金耳童啊，这是你们一厢情愿，你们为什么不为我想想呢？百合呀，如果你嫁给了三王子，咱们就是王亲国戚，你鸿运齐天，咱们家也是福星高照，这有什么不好啊？爹，你只知道你的仕途，你根本不关心我的幸福。就算我为我的仕途着想，这又何错之有？我的仕途通达了，对你，对咱们这个家又有什么坏处？如果你不答应，三王子要是生起气来，他定不会饶过于我。说不定你爹我就会跟你愚公叔一样滚回老家石凤村去，那时候我们全家可就遭殃了。孩子，你爹说的对呀，不是你愿不愿意的事儿，是咱们没有退路可走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我不听。
听，别逼我了，行不行？哭，哭有什么用？这自古以来，儿女的婚事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约，这事儿由不得你。老爷，你消消气，咱们好好劝劝他们。百合，智大夫，智大夫，干嘛不理我？我没有听见呢。哼，装什么蒜呢？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没有，三王子，我在想事，我真的没有听见呢。好，好，好，就算你耳背，但我现在说话，你听得见吗？三王子，有什么尽管吩咐。智大夫，我的聘礼你都收下了，怎么就没有动静呢？难道是看不上我？岂敢岂敢，三王子。我知道父王很器重你，你是父王眼中的红人，我拿你没办法。可是你别忘了，你做的那些事情我可什么都知道，你自己掂量掂量吧。三王子，我绝无此意呀。小女能够攀上你这只龙脉，那是我至叟梦寐以求的事情啊。只不过是小女现在心中有了意中人，那边的事情你总得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去处理处理，周旋周旋吧。好，我可以给你时间，但本王子耐心是有限度的，总不能等到你女儿残花败柳之时我才叫你岳父大人吧。是。我绝对不会嫁给三王子的，即使你们说破天，我也不会嫁给他。你不嫁也得嫁。百合，娘求你了，你就应了吧，别再难为你爹了。你要是不答应，三王子不会放过你爹的。爹，你也是个王公重臣，你就不能求求大王让他的儿子放弃这门亲事吗？大王是跟他儿子亲呢，还是跟你爹亲呢？我如果把此事禀告大王，大王趁机赐婚，你若不从，那将是死罪呀。爹娘，女儿也不是有意要为难你们，可是我离不开金儿童啊。唉，孩子，并非爹有意为难你啊，这门婚事爹挡不住我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百合，我是真的喜欢你的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儿童，我也离不开你，离不开你，可是我又对付不了那个三王子，又说服不了我爹。百合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儿童，如果你愿意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全听你的。有什么好办法，你赶快说啊。三王子，三王子。智大夫，你女儿同意嫁给我了。三王子，这下麻烦可大了。怎么了？她还不愿意吗？岂止是不愿意啊，他跟那个金耳童私奔了。什么？是不是你这个老东西打埋伏把他给藏起来了？这我就是有一百个胆儿也不敢呐。
诚心让我下不了台吗？这都怪我平时管教不严。这就完了？聘礼我会如数退还。我不是要聘礼，我要的是人。好，那我马上派人去追。好，通知你的家丁，我的人也叫你差遣，全国搜查。这个小丽女我还要定了。你带上府上的家丁往南边的方向去找。是。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小姐给我带回来。是，老爷。不过地方这么大，万一小姐没往南面去怎么办？东线、北线和西线有三王子的500精兵去找。老爷放心，只要小姐往南面去了，我一定把小姐毛发未损的给您带回来。嗯，是。愚公这几天是否消停了？回大仙，天天都在挖山，似乎没有退缩的意思，而且还越干越有劲儿。现在已经把南面的山坡挖出了一个大坑了，就好像在我身上掏出了一个洞，掏我心窝呀。大仙，如果再不设法制止愚公挖山，我们将永无宁日。嗯，不能让他们这样野蛮下去，你们该施法术的施法术，该用法器的用法器，把那个处处与我为敌的愚公灭了，一了百了。大仙，千万不能这样。不要再犹豫了，一定要把那个愚公弄死，否则的话他还以为我操蛇神软弱可欺呢。大仙，望你三思而后行。大仙，紫玉娘娘说得对，愚公死了还有儿子孙子，不能按下葫芦起了瓢，得想个两全其美之策。两全其美之策在哪儿？你有吗？哼，我让愚公今天死，他就活不到明天。报告大仙，天庭钦差到。在哪儿？洞口等候。快请进来。不知天庭钦差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请见谅。不用客气，请上座。不必了。玉皇大帝为严肃天规，整治神界秩序，决定派护法天神到各处清查，惩治违背天条之行为。本特使奉护法天神之命来此通报，望各地神仙好自为之，严厉节制部署，严格遵守天条。我请问一下，护法天神什么时候来巡视啊？等着吧，护法天神要一个地儿一个地儿的清查，何时到此地我也说不准。过瘾，操蛇神被我的分身术给耍了。护法天神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来，你们说该如何应对啊？所以大仙，处理愚公的事要慎之又慎。我想如果把愚公真的伤了，石凤村的村民就会群情激愤，这样一来护法天神就会知道，你这岂不是自投罗网了？言之有理啊，我们也不能让愚公在那瞎折腾，我们暂时让他多活几天，不能明着收拾他，就换一种方式。那愚公的三儿子晋风一直反着父亲挖山，可否在此人身上下点功夫？哎呦哎呦哎呀，受不了了受不了了，哎呦哎呦，我的蛤蟆大爷呀，我不是已经来了吗？哎呀，您那就别再掏耳朵了。
今天跑得有点慢呐，我在这儿等老半天了。哎呀，我这不是年纪大了，跑不动了吗？哼，愚公想把两座大山铲平，扔进大海里，你们就听之任之吗？是不是想造反呐？愚公啊，他有病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们阻止过他，可是他不听，我们也没辙呀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啊？由他胡来。我们是不是村里过了几天安稳日子，就不把山神爷放在眼里了？不敢不敢，我们真的拿他没办法。山神爷想怎么收拾他，随便吧。少废话，山神一旦命我们动手，可就不是收拾愚公一个人了，整个村子都有份。山神对你们大为不满，如果你们再不阻止愚公挖山的话，那石凤村将万劫不复。爹，您年纪大了，这样吧，我和哥去，您在家多休息一天好吗？我哪歇得住啊，昨天夜里我想了一宿啊，这挖山是长远之计，我们不能全家人都去挖山了。以后啊，兰姑啊，你和豆豆、天启还有槐花就别去了，夫人，你就留在家里和亲娘、兰姑做做饭。哎，这槐花呀，知书达理，以后就让她教孩子们识文断字，咱不能误了孩子。我看挖山的事儿，就让我们几个去干吧。啊，爷爷，我也是爷们儿，我也要去挖山。豆豆，你的主要任务是识文断字。你的路还长，将来啊，可不能成一个挖山的莽夫啊！啊，豆豆，听爷爷话啊！嗯。月娥，一会儿咱们再找青娘去商量商量啊。大家伙静一静，静一静啊！乡亲们呐，愚公违背民意，抗拒神旨，一意孤行啊！要挖平我王屋太行两座宝山，破坏风水，触怒山神，给咱们全村招灾引祸。山神已经传来旨意，如果我们任由愚公移山，全村将大祸临头啊！乡亲们，乡亲们，这王屋山、太行山呐，是我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靠山。他愚公倒行逆施，公然与大伙作对，他挖山就是挖我们的命根子，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乡亲们，大家不要听信谗言呐！愚公为了大伙着想，为后人谋福，这件事情不仅没错，而且是功德无量的呀！你什么功德？你们有种的，就跟我上愚公家，阻止他挖山。都去都去！我们不要去挖山，我们都要去。乡亲们，走！走！乡亲们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我们等愚公。干什么？你们？周梦才，你们这是为何？愚公，你的家已经被我们包围了，目的只有一个，不让你们出门挖山，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。就是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你们家的人谁也不许出门，除非你答应不再挖山了。周梦才，你可以不让我出门，但是若想让我放弃挖山，你打错了算盘。